wrecked! Ow. 不，糟了！快给我看看。 Hiya, Kaka. Hiya, Kaka. Hiya, Kaka. 透明，该来的总是要来，鼓起勇气面对。惨烈至此，甚是想要整个平海给他们。 眼见未必为实，同名也只是需要一点希望。 悬空居，真是一片清净之地。 我玄水教可是黑帝传承的正统啊，祭司大人怎么会？
大长老，求你借悬空震脉一用。忘记你我当年的约定了吗？说到约定，居主可还记得我？二位请。你有救了。我需要一个目标，希望一切都还来得及。圣魔，还不从我妹妹身上滚出来！姐姐，我好难受。姐姐，你做什么？我是童光啊。想救你妹妹吗？那就杀了我呀。灵虚一别，又见面了。姐姐，很想杀我吧？杀了我，杀了我，杀了我！童明，没想到你也有这么软弱的情感。别想动童光一根头发！师兄，住手啊！你忘记你的家人？玄水祭祀。还记得？我已决定，祭出黑帝神器。我意已决，不必多言。Channel edited. Channel edited.
你若犹豫不决，不妨去问问朋友们。Dude， 如果轻易就放弃，那根本不是真正的朋友。身为地射龙将，不能让银川局面继续恶化。如果当年的选择铸成了今天的错误，你们必有定论，那我便送你们一程。只要还有办法，我都会去尽力。既然你们决意帮我，就务必尽力。陈军，你来就别让我失望。祭出神器需要各位保护好四方的能量之源。红光，姐姐绝不会放弃你的。小心，老陆还这么急着跑，不行了。红光别怕，姐姐马上去救你。我需要你的目标。是，终于又见到你了。我的转世，你是叫……闭嘴！你说完了没有？我的转世，我们合作吧。您想救这个女孩吧？可我毁了她！我需要一个目标。Dude, go lay down, you fucking stink. I 越来越喜欢这个身体了。姐姐，你好狠心，居然看。我需要一个目标。凭什么？你凭什么不放弃童光，而我却被抛弃？童明，你对妹妹的感情真令人作呕。动手吧。为了拯救妹妹，耗尽生命也在所不惜。你比我勇敢。你赋予我的，都被你抢。
亲手毁去，真实的一切我会统统毁灭。你想以为我还会相信你？我的肉体，我需要更多的元灵。再想想当年要骗我，我已经不是当年愚蠢的人了。我需要更多的元灵，我需要一个目标，我需要一个目标。我需要更多的元灵，面朝目标我才能释放。我需要一个目标，我需要一个目标。除掉这恶魔！不，不要再伤害他了，他受的伤害已经够多了，剩下的就交给我了，该做个了结了。真羡慕你，那么坚。我没有需要的装备。大祭司，你去准备吧。我既然身已经闯了进来，只好由我来拦住他了。你要杀我？不，姐姐怎么会杀你呢？别闹了，跟我回家吧。王，他言辞闪烁，其中恐怕有诈。敢说我姐姐的坏话，给我滚！你们保护好王。我相信你。其实我一直在等你来找我。就此止步了。你敢拦我们？欺负了这个臭玉人，怕什么？莹姐姐也会保护的。难道这就是我？离开这个世界，永远不要再回来。幽夜玄灵知天葬。不能在这里灭亡，还魂之力，封印吧。
定会回来，千年之后，定让你们血染碧海。我一直欺骗自己，我是为了大义而牺牲了你，其实我只是为了在世人心中完美无瑕的自己。童光，也该让你想起那些往事，去勇敢面对自己了。童光，也该让你既来找我，那铜光五帝神器蕴藏五帝至高至纯的力量，正是一切魔物的核心。童明，如果你下不了手，我来。这么强大的魔气留不得，但倘若童光再次爆发，我定要亲手斩杀他。居主，请您相信我，帮你加上寄托我魂力的布偶，应该可以撑几年。照顾，笑话。我只是看守他。别怕，姐姐在。来，姐姐送你一个小布偶。别怕，有我在。姐姐，我好像害死了好多人。大祭司，童光伤了我老婆和孩子，你要给我做主啊。我没有需要的装备。别怕，有我在。姐姐，我好像害死了好多人。大祭司，童光伤了我老婆和孩子，你要给我做主啊。我该死，我好怕。请大祭司三思，童光留不得。为什么我要有这么可怕的力量？姐姐，救救我！你，童光，你相信姐姐？大祭司，老朽是看着你俩长大的。姐姐，会帮你解决的。姐姐，封印结束后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对不对？
通光、力量，强大的内心可以操控任何力量，而不会被它吞噬。姐姐，封印结束后，我不怕，我要有强大的内心。玄冥之水啊，请汲取我的生命之力，治愈这些受伤的人吧。何必做到这个地步？通光，是我的妹妹啊。Taco， 是你妹妹。他凝聚了坚定而深沉的情感，可以用来封存住同名的魂魄。红光，是英姐姐，你的世界太大了，而我的世界里只有你。我召唤了你，享受你的爱和依赖，却不愿意承担对你的责任。我好差劲。终于可以一直和姐姐在一起了。如果不愿意为爱付出，就不配拥有爱。我用了千年的时间，终于懂了。我需要一个目标，力量。通光，别太难过了。姐姐，你醒醒，我害怕。姐姐，你会选谁呢？当然是你，傻瓜。姐姐，你只是累了，休息一下，童光等你。通明祭司，你休息吧，老朽和童光会等到你醒来的那一天。童光，黑帝赋予你的力量已经。站住！
happened with words.神器的力量了，我真没用。老人都说屋里有个妖精旅社，能帮你实现愿望，但代价就是交出性命。黑色衣服的人没看见，黑色的影子倒见着两次，都是那嗖嗖嗖嗖的。功告成，我会保护好自己的。小鹿哥哥，好像起雾了。你别动，让我需要一个目标，打个结。我需要更多的元灵。后面那句你来，打劫？现在小妖精间流行玩打劫游戏吗？真有趣。这些够不够？要这么点钱就够了吗？要不要再多拿点儿？憋死我了！终于可以开口了。哼，大惊小怪，叫我蛋大人就。没错。我钓的就是鳄鱼，别不把鳄鱼当鱼，快去给我抓回来。我需要一个目标。
岂有此理，居然用酒来骗我现形。狡猾狡猾，只要找到园离路灯，对着园离路灯叫三声阿离，我便会现身帮你。我追踪黑衣人至此，突然起了浓雾，失去了朋友。多谢。我需要更多的无双值。传闻迷雾湿地中有一神秘的妖精旅社，见着灯笼照亮眼前迷雾，传来妖精欢歌笑语，巨龟洞岂有此理，谁又叫我岂有此理，妖精旅社是这么在这两只园离中找出我的真身，便算过了这次考验。我阿离便是妖精旅社接引人，想去旅社，四只园离一次机会。我需要一个目标。我需要一个目标。我需要一个目标。岂有此理，今天来闯迷雾湿地的高手怎么这么多？欢迎来到妖精旅社，你想要的东西只要付出对应代价都可以在这里得到。我们要交换黑衣人的线索，你开出条件吧。与其寄希望于他人，不如自己查探一番。
哼。